大的彩绘墙就知道我们又到了台中的无期渔港。天哪，也太热了吧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第一站呢一样先找吃的，我们去看看里面那个美食街有什么好吃的吧，走走看看，出发。这家小猪嘞很有名，这家，对，这家最有名。现在这里真是海味食品，到处都是八只小卷、松卷、套心粉。今天呢，我们是平日来哦，所以呢，人潮非常的少。有些店面也没有开啦。对啦，但也是这样子。一级战区，餐饮区到了。阿姨，你决定，阿姨决定。说来就来。说来就来，第一家也不用选了。哦呦，这家店的菜单叫阿东的店哦，然后看他的菜单做的好可爱，帮我把图片印出来哎。看图选东西就对了。都好好吃哦。加金炒面。生鱼片、炒饭，哎，里面还有虾仁呢。炒空心菜，哎，油油亮亮，好好吃的样子。对。炸蚵仔酥，炸蚵仔酥，我最爱吃的。这个是乌鱼子一夜粥，上面就是油油亮亮、金黄金黄的乌鱼子哦。蟹黄豆腐，饱。哇，满满的料跟豆腐，上面有金黄的蟹黄哦。这一碗蟹黄豆腐包里面好丰富哦，有鱼肉，有豆腐，有这个叫做鲜蚵，海鲜蚵。然后还有花枝，然后火锅料，哇，里面真的很丰富哎。好鲜甜，好好吃。深海大taco，哇，好大一盘啊。铁板鲫鱼，不吃不吃想。我们吃的金额呢是2060块，我觉得还蛮划算的，真的吃的很满足。这家阿东的店呢，其实已经听说老板已经营业了20多年了，是个在地非常有名的老店哦，真的很幸运哦，走过路过就走进来这家店。有空的人来到无锡渔港，也可以试试看这家阿东的店海鲜餐厅哦。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影片分享，我是 Emily， 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